不要猛的一动啊，有感觉你说就行，我慢点揪给你。这里边有个小指甲是吧？还没修完呢。脓都出来了。我给你现在捏一捏，能不能轻点？对，比刚才好点。对，它是有那个小指甲弄出来的是吧？对。我说自己搁家弄半天我也弄不出来。你自己整不了这个。刷完水，清洗伤口，洗脓的。哎，你这能矫正做一次就行了吗？你这个得个两三次，因为你这个变形变得比较重。如果要变得很轻微的那种的话，就是长肉里的可以。你这个得做个两三片差不多。那得多久做一次？一个月，就是说贴上以后一个月左右换一次。你这个小的有没有？小的其实都我自己一弄就弄出来了。就是小的也有，只不过是自己抠还能好抠一点，是吗？对，就是小的，就是。拿指甲刀稍微往上一顶，它就全都出来了。就这个大拇指不行。大拇指不行。可以，其他的。